我觉得公司对员工的生活比较关心，蛋堂的厨房都是用不锈钢做的，防止那些生锈的东西和残渣掉到一些菜里面。然后食堂呢，可以那些员工可以选择在里面吃，也可以不在里面吃，这个非常自由，觉得这样对员工非常好。公司里面有很多花草树木啊，小凉亭啊，石桌石凳啊，可以供员工休息聊天，缓解工作压力，环境非常的优美，让人的心情都感觉很舒适。